接下来又回到我们的记忆中山啦，由我们的高二 Jazz and Hip Hop 带来的红萝卜战队 ，Let's go。黑白的白，黑白的白，黑白的 blues， 黑白的 blues， 黑白的 blues。Everywhere I go, everybody wanna know, tell me, who is she?才会有光，然后一样帮我一横排稍微站好一下，谢谢。你也叫小不点吗？啊、哦，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好，来，一样介绍你们的学校，然后你的职务是什么，跟你的名字好吗？很多人都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基中山的总务。没了啊，名字要记得讲好吗？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基中山社长兼公关黄维轩。那是你爸爸吧？对不对？对哦，有，我刚刚有访问到他，所以我记得。好，来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基中山的总务江雨欣。哎，很好。来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基中山的副社跟美宣张维欣。大家好，我是基中山社员吴子彤。大家好，我是基中山的文书戴嘉璇。大家好，我是基中山的活动兼网管林佑轩。哦，吓到！大家好，我是基中山五言朱彤林。好的，来来来，都会补这种几句的。来，社长，访问一下，你们的那个设施是小子老师吗？是吗？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小子老师说？简单的就好，不要哭的那种，哭留给感性时间。就是谢谢老师这三年的指导，就是我们很常吵架，什么都是老师
帮我们处理的、啊、吵架还要老师处理、嗯、好，然后就他很包容我们脾气，但是他很常说我们归吵架归吵架，但还是会练舞，他觉得我们很棒哦。所以我要说你们很棒吗？你们好棒。好啦，那你们的社员大概有几位？就这边十个，剩下的在哪里？高二的，高二走这些吧，是吗？哦，还有两个在楼下在吃便当，哦，在吃便当。OK， 好啦，谢谢我们的基中三。